中度霾。23日，有网友自发组织的一场名为2014北京光珠跑的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，意在提倡人们亲近自然，健康生活。本次活动男生穿着内裤，女生三点装束，共有数百人参加。活动现场奇葩造型目不暇接，更有很多造型呼唤蓝天白云。据北京环保中心空气质量报告，23日当天的空气质量指数高达300，而这样的重度严重污染的天气状况已经持续了4天。在这里，我们也希望此次光珠跑行动能够再次唤起大家对环保的意识，让我们共同呼吁和倡导绿色出行，践行低碳环保。Single